好，都有拿到红丝带了吗？那待会呢，我会喊三，我会喊三二一，然后我喊到一的时候，就麻烦各位贵宾帮我拉下红丝带来做一个揭幕的仪式哦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三二一，好，请揭幕。恭喜我们慈爱公园的共融游具正式启用喽！那为了庆祝我们期待已久的游戏场启用，我们特别准备了乳酪蛋糕来跟大家一同的庆祝哦。好，那接下来请我们贵宾帮我们切下最重要的第一刀——乳酪蛋糕。工作人员引导一下。